move to the music. Maybe we could play pretend, and I can be you, you can be me. Scooting in the Benz, pushing 110. Give a damn about our future, young, dumb, and stupid. Maybe then we'll soon be slow. Let's let me realize what's happening. No rules. Let's let me know that there ain't no future. Dance in the club,这个我没有在任何媒体里面讲过，对，所以我今天等于是你们第一个知道的。你说一开始真的是孟若愚吗？从来都不是孟若愚，从来都不是孟若愚，全世界都被我耍了。女优退货，邓家华都是套好的，导演界拍 AV 是不归路。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像就是因为意外，然后得到了契机，得到了契机了以后就进入到那个行业。网红推手不至于，先后捧红阿喜、雪碧等知名人物。前年因为疫情关系，结案量变少，阴错阳差之下开始兼差拍 AV。我那个时候一样，朋友打电话来，就说有 AV 的案子，能不能接？我就说我不想当男友。他说不是，要当导演，从此就不归路。我觉得拍 AV 都会有副作用，就对性比较能感，是真的有。尤其当你后面拍到后面就是剪片的时候。到底要怎样？对，连看日本的 AV 都比较没 feel。天底下有这种事？当初有这样的发想，其实不是我的发想，是片商有一次在跟我开会的时候，他们问我说觉得谁可以带来流量。我那时候就提了几个人选，其中一个是邓家华。我没有想到他们真的会去找邓家华，他们就委任我来当导演。我就，最好玩跟最大的挫折都在他身上。最好玩的地方是。全世界都被我耍了，你看到的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行销，这个我没有在任何媒体里面讲过，对，所以我今天等于是你们第一个知道的。你说一开始真的是孟若愚吗？从来都不是孟若愚，从来都不是孟若愚，一开始就是最后一个，是因为我需要做满7天还8天的新闻。全世界都被我耍了，你要不要道歉？我跟他的经纪人说，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比较漂亮的人，因为最后定案那一个不够漂亮。天哪，那你知道说有一阵子因为媒体因为这件事情，他根本无所谓啊，因为他你说你已经完成你的目标了，他也因此得到知名度片量大增啊，对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双喜的，好坏，对对。那你觉得说最挫折那一块呢？就是看，我觉得他好脏，我看过全世界最脏的人。是要帮他做清洁那一类的。对，所以这就让我觉得。